便携式纽可氏舒晶枪，先进行开机。检测屏幕是否清晰？使用酒精棉进行消毒，摄像头消毒，检查屏幕确认清晰，放置在干净卫生处，进行冻晶解冻。 使用解冻杯，杯子温度到达，打开液氮罐，取冻晶，瞬间投入解冻杯，点按计时，盖上液氮罐，15秒倒计时结束，提起提篓取冻晶，用卫生纸擦拭。 开始装枪，取输精枪，后端拉出，将冻精装入前端，用细管剪刀进行裁剪，装入外套管，到底部卡住，准备输精，倾斜外阴，取可视枪，倾斜向上插入，插入后调整角度。 找到子宫口，进行输精，插入输精腔，穿过通道到达子宫口，通过屏幕调整对准子宫口，扭有弓腰需按压下去，保持平坦，轻微用力，摇晃进入，感觉触感完全松动，成功进入子宫。 向外轻轻拔一点，可视枪保持不动，再轻轻的推送，输精完成，一起拔出。操作完，按动拨片松开外套管，拔出输精枪，外套管从前端取出，最后进行消毒。